说起泰迪，大家都不陌生，我们可以在很多场合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养了泰迪以后，就会发现泰迪其实很聪明，有着属于自己的心思。如果你发现泰迪没事喜欢露肚子，那是他在表达下面五个意思，你了解了吗？第一个意思，我相信你。泰迪的肚子不容易暴露于人，因为他非常脆弱敏感。如果你的泰迪向你露出了他的肚子，他其实是想表达我信任你，这也是承认主的表现。有这样的泰迪真开心。第二个意思，和我一起玩。其实不仅人类会无聊，泰迪也会无聊，所以当他无聊的时候，就会来到主人身边，露出肚子，对主人撒娇，也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表达让你玩的意思。这个时候宠主最好和他互动，能增加你们的感情。第三个意思，我投降了。在泰迪的世界里，当他们在战斗时露出腹部时，他们就会表现出软弱和放弃。如果你家的泰迪在和你玩的时候露出了肚子，说明他是想表达他已经投降了，这个表现也证明了你是他的老板，他也认可你是他的主人。第四个意思，我爱你。泰迪不能用语言表达对主人的感情，但他可以通过一些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。泰迪给你看肚子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表达我爱你。如果你要揉一揉他的肚子，他可能就会知道你也爱他了。第五个意思，原谅我。在养泰迪的过程中，泰迪肯定是犯了一些错误，然后当宠主生气的时候，泰迪就会对主人露出肚子。可能有人会觉得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其实他向他的主人露出了他的肚子来表达原谅我的意思。家里有泰迪的宠主，你们家里的泰迪会经常露出肚子吗？